一场观众互动赛竟然如此精彩。连双方的操作都比刚才快了很多，这样的节奏有种职业联赛的感觉。此时动物师血量还有领先，但双方都已补血。如此焦灼的局面，你知道你觉得双方接下来会怎么处理？一击必杀。在这种局面下，只能靠大招将对方带走，否则小技能互换，在红血的状态，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拿下比赛。伏龙翔天，双方连续开始释放伏龙翔天，看来都想用一击必杀。带走之后，比赛马上就要分出胜负。被你说中了，双方同时发动，胜败在此一举。不好，韩彦荣的伏龙翔天打空了，让我们恭喜斗魔师。什么？斗魔师血量清空，韩嫣柔竟然赢了，什么情况？竟然是斗魔师率先阵亡，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观众朋友们，刚才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跟着慢镜头一探究竟。好，双方的伏龙翔天同时出手，韩嫣柔和斗魔师同时闪避。哎，什么？韩嫣柔的伏龙翔天突然转向，斗魔师并没有躲开，是龙抬头，韩嫣柔竟然使出了龙抬头！我的天，真的是龙抬头！太牛逼了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韩嫣柔竟然打出了龙抬头，超大师使用过的龙抬头！让我们恭喜韩嫣柔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这算精选类的吗？每场比赛我都拼尽全力，难道真的就这样放弃了吗？放弃不代表认输。好啊，别到时候当了逃兵，那就明年全明星见了。处理就会反弹，任何事都不要说放弃。是在云端上，是在尘埃中，拼尽全力盛放的萤火。我来自传说，却虚实传说，一朝汹涌不忘十年执着。这一战要让所有人。大神，叶秋大神，叶秋大神去哪了？叶秋大神去哪了？刚刚走掉了。每一个不甘的离开，都是为了最后的离开。其实我才是伴随着叶秋整个荣耀人生的人。既然更新换代那么的不成功，为什么还要更新？为什么？明明可以是叶秋，为什么要换组成？那我回答你，其实叶秋的退役
他一直都在你身边。难缠对手回来了，那就继续 PK 呗。谁还怕他呀？明天见。哎，小唐，怎么了？巅峰之路，现在我们就叫君莫笑。那请问这巅峰之路你打算怎么走啊？赶紧回酒店，我要重新认识一下大神。怎么不在里面多享受一会儿欢呼啊？外面太冷，怕你冻感冒。谁说我是来等你的？我是来等你对那三张门票的表示。送了我三张门票，现在想换点什么呀？老规矩。现在天还冷。天冷最好了，可以慢慢吃，不会那么快化掉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要这个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老板，我还要一样东西。说，你怎么变成布朗熊了？店员临时有事，让我帮忙照看一下。嗯，五分钟兼职，求赏光。气球就是来骗小孩的。那冰淇淋呢？冰淇淋是用来治愈自己的，你就尝一口嘛。